家年底圆满，正是古王欢喜所见，凡事需要以和为贵。光阴似箭，不本意一再共托啊！秦梦，放光，给光阴，你哈爱上一个喜翠，不过伊爱弟，此人应该就会陪命。现在正是王府建有一个性命，古王在今天所在所送于三妃的衣袖，向其西宫娘娘非是你两件事情啊，一概发售，以后不能拆翻。你那是拆翻啥给冯公听着就不接我。请梦两次，女士看衣袖。徐中娘娘，看爱的不错，爱神情神意，让你非是你给相爷原谅爱哦。能得圆满何解，正是光阴欢喜所见啊。陆国公嫦娥金上天，陆国公嫦娥金上天，快献给上天两字。传旨陆国公嫦娥金上天两字。千万岁，平身，千万岁。杜国公，在，为何你四季飞朝？给驸马人呢？万岁呀，事情不好了。水滴落水国王子用了空上计谋，现在万那个万阳将士为官攀附上内，性命危急，乃打出万重围，再来版图救兵啊！此事当真？确实如此。外表呈送用品。太子，太子。这一次我以后就好啊。哎呀冯公啊，我是梦一时的好意，救兵已救火，向冯公用爱挂帅，多彩前去救我家父王了。你俩生意的干嘛个东西哟、啊、今年一次光阴就不一个将功不出的机会，冯人一路年帅两字抢不了。参见万岁，平身，驾万岁。快求，你一路辛苦了啊！第二天万岁的封福，不敌哪国侵犯，万岁要封红印，神官一路免税。罗水国前来作反，攻将潘富山，已经我军被困上内，现在官印就封给秦梦竹子，
身挂一路年岁年处了。行梦吧，父兄，台事不好，父亲来死了呀！啊，父亲用板来死，你上帝，这会给秦梦老父亲去了口角，将父亲上上来提死。万岁赞亲，我无能为你为他报仇，一切只有靠你为父报怨呐！动真一次，世俗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哎呀，万岁！看他前望，太我阿个前头马太，我阿个前头哥，抢万岁！用半骨桥出，哈！上门，喂，我年纪细猛些，阿唔过我那细辣椒的辣够强啊！你俩冬瓜太条好做菜。好嘞，二松人莫再准丢。光阴结天，本意良缘，多才高聪，必无脱衰，快去准提拔。两两字。高聪所猜，光阴命意所应。彼此无忌，点到为止，不得伤害对方的性命。关键，比武来吧。两字。秦梦无计过策哇！秦梦是很强呢。秦梦，光阴就封你为做义路元帅，马上带兵多在潘府上，叫你父亲回转。秦梦，两字。
哎呀，梦儿黑儿，挂了二路元帅，解救为夫，果然是为夫看照眼，果然不错啊。是啊，就是爱挂了二路元帅，爱马上救你啊。好嘞，今日啊，夫子两杀，有么该发得胜会战，将天天的讲，杀杀杀。罗水鬼的兵马猛照眼，杀杀对来去。没错，俺父子联手，杀他罗水鬼片甲不留，干甲对干啊！晓得。
孟义传神和将才，两种见识相辅来，人人不畏山河差，孩童夫子送瓜帅。